十大忙恋好处第二位，这个最重要的。哇，是啊，很重要，早点承继遗产啊。讲完了今天节目。哇，真的很劲，我第一位都劲的。是啦，都只是摆第二位而已。勉强兜一兜而已，其实第一位。都只是摆第二位而已。当然重要啦。这个真的很重要的，我觉得。没有，即如果你年纪大，你又是单身，你现在说想拍拖，冇翻几百万遗产，唔好出嚟同人。冇人拍拖谈恋爱啦，大佬。如果你有几百蚊，你唔买只飞机杯。系咯。系啊，佢饰演关兴嘅阿华，得只话。关即系唔系一齐俾人绑嗰个啊？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咁样系啊，早啲承继遗产系紧要。喂，你谂下，你谂下，同佢长相厮守，海枯石烂，天长地久，走到人生嘅终点，陪你中路跑爱情长跑，终于到终点啦！我同你结咗婚。九个月啦，我陪你度过咗你人生最美好嗰九个月啊！人生嘅短线长跑啊，之所谓系啊，我跑步就系短线长跑，用长跑嘅速度跑短短途，两K 咁样，跑七分几一K，十四分钟跑两K嗰啲，就系呢啲啦。呢个重点，冇遗产，唔好学人拍拖。唔系谂下嗰个一定系真，唔系啊，我觉得着你即。你得罪啲講句啊！你做人做到某個年紀，你點都有啲嘢留翻俾你愛嘅人噶嘛？欸，好啦，如果聽眾你而家係五廿零六廿歲，你話哇，我都成六十歲咯，我都冇啊，唔緊要，你嘗試揾個九十歲嘅啫。係啦，呢啲咪積極咯。轉個頭先識個廿零歲嘅，上進可以有幾次嘅，我覺得。係啊係啊係啊，上進呢啲叫係啦。你先將你嘅愛傳達俾另一個先。即係如果你而家係一個六十歲嘅男仔嚇，跟住你識一個21、22歲女仔，哇，好正好靚，係我真命天女，我一定會同佢，係上天注定我同佢一齊噶啦，真係噶啦。但係佢話我冇上進心。咁点算啊？揾个九十岁嘅婶婶先，咁又有上进心咯，上进咗啦，陪佢跑咗一个爱情长跑，话不信系啦，你应承诺同佢一生一世，唔系俾雷劈啦，冇错，系佢嘅一生一世，冇错，你未完，你仲有未完的小说咁样系啦。而轉落去，轉落就有將你嘅愛可以係啦，傳揚俾下一個，傳揚俾個廿幾歲嘅妹妹。個妹妹係咩啊？佢有上進心啦，如果唔係唔會識著你。人生目標清晰啊，係啊，好過嗰啲混混噩噩真愛 ，what the fuck 真愛，梗係現成嘢先係重要。內循環啊嘛，呢啲嘢呢些先嚟啊嘛。但係如果話都，但係你話唔係我後生仔冇，唔緊要，你可以有好多花式噶嘛。你可以系健身教练，我都系空谈嚟嘅。搞错先，Linda唔系咁睇噶。Linda 已经承继咗啦嘛。咁又系，所以人生唔同阶段系需要唔同嘅嘢。要努力咗事业先。你哋唔明啊嘛？嗱，头先唔知有冇玩 board game 啊？咁样，大富翁就系咁啦。手边 board game。嗱，大富翁就系咁啦。屌你去到蓝色买湾仔咪买湾仔。买石澳就两个人生阶段嚟噶啦嘛，你唔会望住红色嗰位就睇绿色嗰位买唔买咁行到嗰就买啦，屌！即系你唔去到嗰个阶段就唔系嗰个阶段。买啊买就成条街噶啦，都系你噶啦。就起时钟酒店噶啦，咁样咁就收好多钱噶啦，咁咪上进咯。跟住人哋话要起间 gym 咪起间 gym 咯，有问题你咪可以成就人哋个梦想咯。你咪可以打拳咯，可以摆低200万同人打拳咯。系啊，系啊，同个死矮仔打咯，又或者恩沙基又剩。买西装系买西装啊，咁样做乜都得啦，着件旗袍都得啦，就林郑咁样露腿出嚟。记得 like 同 share 我哋嘅片同 channel， 收睇最强频道，订阅热血时报。